你说哥哥好什么？本人已经受不了了。哥哥好。这个戏拍完是有后遗症的，朋友们，这个戏拍完是有后遗症的。我想和你想你最美的风景，看最长的电影，听动人的旋律，是因为你和我回忆陪你到下个世纪，那是多么的幸运。可是我们陈哥刚这个眼神，我们应该看着我们媒体，对，是不是？还需要再来一遍 ？OK， 好。还需要我来带吗？对，糟了。好，找我宝贝。OK， 准备好，来，三二一。很好啊，有点乱，有点乱。春林姐不看啊？怎么说？就是陈哥跳的，那就直接不带我们了呢？直接把我们就扔在沟里了。因为陈哥。抄袭的这是尽力尽力，感觉陈哥刚才是自己又新创造了一段舞蹈，也期待一下陈哥这段舞蹈会不会